我是中后塞的女儿，从小就跟在爸爸身边学习做料理，但我想走不一样的路，只是想要做健康实在然后有台湾味的甜点。悠悠悠悠，我发现了，我发现了，这一席我陈怡君一点没动算，我会愿意用120分的努力去做得更好。我陈怡君。